欢迎大家收睇2022神秘之夜啊！咪今个礼拜咧，相当之多新闻啊，又跟新闻咧去即系做我哋嘅题材咁样。咁啊，新闻有啲咩嘢咧？新闻有两件事嘅，就相信大家如果关心嘅呢个时事咧，都会知道。其中一样嘢就系突然间出咗一个咩叫 X 病毒嘅警告出嚟。嗯哼，咁就唔系出现咗呢 X 病毒，系出现咗 X 病毒嘅一个警告。系。咁咧就呢個係涉及到咧，無論係世衛啦，以至有一個又網名啦，喺大沃斯嗰個經濟論壇上邊咧，就突然間又講咗件咁嘅嘢出嚟啦。係，咁係 X 呢個咧字咧，就傳統上咧解係 unknown， 即係唔知。係，即係你喺數學上啦，你有個 X 咧，即係話我唔知個數係咩嚟嘅。咁既然你唔知呢個病毒，咁你又做咩警告呢？我又唔係太明嗰個邏輯喺邊度啦。即係呢個病毒仲未出現添嘅話，未話佢話未出現啦嚇。咁但係咧，啲預測係啊，有一個好即係厲害嘅病毒，咁就會咧就導致咧好多人咧就會染病，甚至有啲比較危言聳聽咧就會係死亡啦。係咁咪。這個呢，我睇到新聞咧，就話：哎，神秘之夜題目嚟啦。咁點解神秘之夜題目咧？因為後面咪涉及一個陰謀論嘅問題咧。係。咁又係即係又係涉及到，因為而家咧左右派嗰個大家嘅意識形態嘅鬥爭啊。嗯。咁逢親右派咧，就一定係懷疑嚇而家呢啲疫苗啦嚇，病毒啦，咁甚至即係2019年嗰時都懷疑係咪真係有呢個病咧？咁有冇呢個肺炎咧？定還是你哋即係嚇我哋咧？咁左派咧就你班友咧就係講啲陰謀論咁樣嚇，其實咧就想即係推翻嗰個選舉結果，即係拉到落嗰度啦嚇，即係2020年嗰個選舉結果咁樣。咁但係咧就嗰個分野咧事實上相當之大嘅，即係喺嗰個傳媒上邊嘅分野。咁我就睇咗一啲嘅新聞，初頭我就以為純粹陰謀論啫。咁但係聽落唔係，聽落原來都係真係有啲好鬼即係離奇嘅嘢出現咗。咁啲離奇嘅嘢就唔可以喺 YouTube 度講嘅，因為點解 YouTube 咧我就驚一就係釘牌啊！一講到呢啲咧，就一係就黃標，一係就紅標啦。所以我留翻喺 Patreon 嗰度講咯。佢未必係因為你嘅嗰個確實嘅內容，係只要咧佢出現咗一啲字眼咧，咁電腦就會 check。即篤住你嘅字眼，咁啊當咗你有事噶啦。係啊，係啦、啊。咁所以要小心啲嘅，而家講嘢啊。佢亦都有個問題啦。譬如話，我睇一啲外國嘅即係 YouTuber 啦嚇，即係比較多人睇嘅。係。佢講咗呢件事之後咧，第二日咧都要即係 delete 咗自己嗰個喺 YouTube 上面嗰個video， 即係嗰個錄影啊。咁所以即係無論你話多唔多人睇，或者少人睇，其實咧佢哋都即係好正如基督講啦，佢用嗰個軟件嗰度咧，佢就會攞咗你啲字眼，捉你嘅語音，咁跟住咧就會警告你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想講得係比較係自由啲，比較係可以冇咁就住咧，咁我哋寧願就擺喺呢個 Patreon 度啦。咁到而家咧，仲有好多即係網上嘅疑問，就係、是、咦點解冇第二節啊？咁第二節咧就喺 Patreon 度，咁麻煩咧你就去 Patreon 嗰度咧就去收聽啦。咁當然嗰個係要訂户啦嚇。咁但係呢個好無可奈何嘅，我講咗好多次，就因為咧就嗰、那個主流嘅傳媒咧，事實上對而家嗰個新聞嗰、那個審查咧係比較嚴重，我唔係講緊話特定香港，即係事實上互聯網係出現緊呢個情況啊。所以嗰、那個即係涉及到病毒同埋疫苗嗰個問題咧，我哋留翻喺第三四節我哋先會講啦。咁啊，不過你又放心啲，我好過你嘅，因為我講嘢捋下捋下咧，我發覺啲 AI 咧有時咧，我查電腦嗰陣時咧，佢都聽唔到我講乜。咁所以咧，有好多時咧，咁啊都避過呢一關啊。咁可能即係唔知 AI 都唔知你講乜。
物嘅，系咯，咁即系就过咗关啦。咁啊，嗰啲明眼嘅人啊，但系听惯嗰啲声嘅嗰啲朋友咧，就捉到咯。系啊，咁第二件事系咩？第二件事咧就喺呢个日本嗰度啦，就出现咗一个绿色嘅，应该系彗星啦。系，咁我谂你都有留意呢个新闻啦。绿火球，绿火球啦。咁嗰个咧就喺清家神话我哋有睇过嘅。咁但系咧，我一睇嗰个内容咧，因为佢涉及到嗰个印第安嘅神话，系，咁我觉得日本方面嗰个资料咧就冇英文嗰边咁详尽，系，咁同埋咧你一掘落去咧就好多同我哋之前讲紧嘅嘢咧，原来系互相呼应。嗱，我首先喺度讲咗咩互相呼应先啦，因为佢呢个绿球绿色地火球坠落呢、这个。地球度咧，喺印第安一個嘅族裔都幾出好出名噶啦，啲 Hopi 咧，佢哋有即係關於呢個西岸嗰邊嚟嘅，亞利桑那州，亞利桑那州應該喺中部嗰邊啦，擸埋到去好大型嘅，依、這個遲啲揾阿 Moon 上嚟講咧，響嗰度修行過嘅，仲有拉埋去三環市嗰邊啦，據我記得就。咁咧就呢、這個，我哋一間第二即系應該會詳細講講呢個嘅這個神話。第一樣嘢咧，同我哋之前互相呼應，佢就話咧，其實咧嗰、那個這個宇宙咧，佢哋講得好大嚇，就經歷過咧係幾次嘅創造同毀滅嚇。佢話夾埋有九個嘅，咁我哋未到九個，我哋到第四個啊。佢原來以前咧，佢哋第一二三個佢哋已經喺度啦，但係當其時咧。有人就教咗佢哋，佢話呢啲大災難咧就會發，將會發生啦。咁你哋避落地底度咧，咁咧就可以避免呢個災難啦。咁佢哋聽咗呢個勸告之後咧，於是乎佢哋就避過咗呢個災難，仲可以延續到今日啦。咁樣，咁點解同之前呼應咧？呼應咧就係我哋喺年初嘅時候，2024年年初第一次節目嘅時候咧，我哋提到咧就係好幾位富豪啊所已知嘅，未知嘅唔知啦，未知可能仲有其他人。原來咧就掘起咗啲好精緻、好實淨嘅地堡。係。咁當其時我冇提到呢個神話嘅。咁我睇到原來佢哋一有咁嘅講法時候咧，我就哇明白曬啦。即係話 Mark Zuckerberg 呢類嘅富豪咧，原來佢哋都有睇到呢個印第安嘅神話，或者佢嘅嗰啲身邊手下嗰啲人咧，提一提佢。咁你？你就幫我啦，唉，咁呢啲道聽途說啫，咁，但你要記住一樣嘢啦，就係、是、嗰、那個富豪咧，佢哋嘅錢咧唔係立亂使嘅，你唔知道富豪嗰個習慣係咩，可能幾多我知啦，富豪使錢咧係非常非常之謹慎，就唔同普通人嘅。有時候吝嗇添嘅，吝嗇過普通人啊，係啊，所以如果佢話佢花咁大嘅錢，佢去做一個地堡，你知道做地堡你唔係隨便招待啲人噶嘛，即係唔係你等於可以夏威夷我即係舉行一啲或者個古堡舉行啲婚禮冇多人，即係你唔會招待，即係你通常你唔會招待好多人，除非佢特別。所以如果佢哋都肯抌錢落去做呢樣嘢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咧，嗰件事咧就唔係一個普通人講得咁簡單咯。咁呢件事係咪同嗰個即係、就是、印第安族係 Hopi 佢哋去講嗰、那個世界末日呢一個咁嘅預言咧有關咧？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可以有一定嘅表面嘅證據可以追查咯。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要補充一下上個禮拜咧，我哋即係講到嗰個嘅。迈阿美啊，嗰個嘅外星人嘅事件啦，咁有好多人 challenge 嘅，啊有啲人就喺嗰邊咧，就我都未聽過嘅，佢住喺阿迈阿美啊，但係如果你睇而家 YouTube 上面咧，好多人走咗來查，我唔敢話呢件事一定係真啊，當然你而家仲可以搏啦，但係警方咁就收咗聲噶啦，即係唔再講噶啦，但係而家好多美國嗰啲即係吃飽飯冇事做的人就湧 Q 曬落去嘛，好似記者嗰啲都會諗係咁嘅，食飽飯冇嘢做嘅記者可以話，正式嘅記者有好重要嘅事去做，但係而家就湧 Q 曬落去做，仲掘到有好多人繼續講佢哋見到外星人。佢嗱唔係佢而家呢個現象咧，你唔係就咁叫做空穴來風，因為我覺得佢最大嘅嗰個迴響咧，唔係講嗰件事係咪真係叫百分百真實有外星人有咩？
而呢件事咧係引發咧，你會睇到咧好多政府部門咧，同埋話有好多人咧喺度咧分明係講大話。嗯，所以就引起最大的那個風潮出嚟咧，就係點解你要講大話呢？係啊，如果一件普通的事咧，咁咪嚇唔會咁樣啦。嗱，嗰個即係我哋再回顧一下講大話嘅地方喺邊度啦。佢而家你根據新聞嚟講咯，即係我睇過幾個即係正呢啲係咪阿美嘅電，即係喺個市嘅電台啦、電視台啦，佢就話嗰日咧就喺嗰個商場入邊咧就有兩幫細路仔，就打交嚇、好似為數唔少，唔係唔多嘅，係啊。拉了四個嘛，拉了四個嘛，咁你又拉了四個，咁有幾多人喺度搞事咧？咁睇個片亦都睇到啦嚇，咁可能幾廿人啦。佢就兩邊做咩咧？佢兩邊係掟嗰啲嘅炮仗啊，同埋嗰啲煙花，同埋打咩揾咩打咧？揾木棍。咁你亦都聽到槍聲嘅，即係嗰個嘅商場入邊。咁有啲人話嗰啲唔係槍聲，係嗰啲炮仗聲嚟嘅。我話你就算俾你係嘅話，你聽日嗰日嗰條龍咧，嗰條警車條龍咧，係即係我諗神條彌敦道都即係有曬警車度嘅啊！即係嗰個範圍，有一個彎索係喺上面影到嘅，好震撼嘅，好震撼啊！咁你咪自己衡量下咯。譬如話兩幫僆仔，如果你喺美國嘅城市入邊，多數係黑人嚟㗎啦，或者嗰啲所謂嗰啲嘅西班牙、拉丁裔、拉丁裔嗰啲啦。咁你話係咪好特殊咧？即係少好少見咧？咁以我認知就唔係咯，係嘛？咁你如果係咪用到即係用到槍咧？佢而家講唔係用到槍喎，佢係用炮竹啊嘛，用即係 fireworks 啊，即係嗰啲嘅煙花同埋炮竹啊，咁仲係加埋用呢個木棍啊嘛 ，sticks 啊嘛，咁係咪真係哇咁嘅？咁好啦，我就算俾你話有槍啦，咁點解連拉四個人咁少咧？同埋點解連跟住冇新嘅 follow up 就係、是、嗰日咧，即係嗰個暴動嘅情況係點啊？點啊？淨係基頭先講咯。即如果我哋譬如做新聞嚟講，我哋覺得就事有蹊蹺咯，即唔係咁做法嘅，即係成件事本身係嘛嚇？即係你以其他嘅地方，譬如話嗰、那個槍擊案、校園槍擊案啦，你睇下嗰個反應係點樣，同呢個反應係點樣係咪、你會睇到跟住拉曬成班人出嚟噶嘛，扣曬手，即係落曬孖葉噶嘛，係咪啊？跟住就即係又拉住揾槍指住。你因為你見唔到喎，係嘛？所以我就覺得呢件事咧，即係值得咧跟住落嚟咧，就做一啲詳細嘅調查啦。即係你唔好假設係有定冇先因為而家好多唔同嘅講法啦。譬如話佢見到嗰啲係可能係 hologram 嚟嘅，係傳識嚟嘅啊。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唔重要啦。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個政府本身有冇隱瞞。佢隱瞞嘅動機係咩嘢 ？OK， 咁呢個是其一。第二樣嘢就係嗰、那個美國國會嗰個調查啦。即係關於嗰個聽證會，即係關於個外星人嗰度。咁而家出咗好幾套咧，一兩套咧，應該係幾有水平嘅 UFO 嘅紀錄片。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國會議員而家都親自講，佢話佢哋踢咗呢個黃蜂竇啊。就有人警告佢哋，佢哋自己要揾多啲人去保障佢哋人身安全。咁我覺得咧，就呢下呢個狀態咧，都顯示到呢個 UFO 嘅問題咧，慢慢成為一個真正嘅政治問題啦。因為如果你話係即係杞人憂天，或者係一啲傻佬喺度講埋啲好無謂嘅嘢嘅時候咧，第一樣嘢，而家係美國嘅參議員都落答。參議員啊。即是放咗喺嗰個嘅法案，個防預算嘅法案入邊加條款，佢要公布嗰個手上持有嘅美國政府手上持，即係擁有嘅，即係飛碟嘅嗰啲調查內容嘅唔係實啊實質嘅嘢實體啊，佢要你攞埋出嚟啊。例如嗰只 object 啊，個 UFO。咁如果你話佢即係一啲嘅美國參議員都係。咁傻嘅話咧，咁成個美國政治咧就即係可以不利啦。咁但係你可以調翻轉頭就係，如果個參議院一個咁有權威嘅立法機構，佢都要去做呢樣嘢咧，咁你係咪話佢有好多嘢佢哋知道，但喺而家嘅階段佢哋唔講出嚟住？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即係 UFO 嘅問題咧，我哋就要
審慎地樂觀，就在2024年至2025年會出現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可能將之前的那個觀點全部扭轉了。他現在的講話就是說，這個是人類歷史上面一個最大的改變，文化即係一個即係思想上的改變。即係如果呢件事係確認係真嘅話啦，如果佢講咧人類歷史咧，就其實就要調教一下嘅，因為咧其實一直以嚟咧，即係依個 UFO 依個名字出現之前咧，其實就歷史上有好多對於有啲叫做天外嘅文明，曾經同地球咧嗰啲文明咧就有一個接觸咧。咁古而有之嘅，咁但係咧就喺嗰個叫做係工業，即係工業文明嘅開始嗰陣咧，就再具體化啦。咁個具體化咧就係發展到後來個 UFO 出現咧嗰時候咧，就其實係用一種叫科技，即係科技論啊，嗰樣嘢咧嚟睇呢啲之前嘅嗰個歷史嘅嗰啲事件裡面咧，係用一個新嘅角度嚟睇。一工業文明打後咧，裡面咧對於嗰啲叫非所謂。UFO 嗰啲飛碟咧，裏面咧，其實大家針對咧，佢係一種叫做係工，一種叫科藝嚟嘅，科學嘅技術啊，科技科藝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你會睇到咧，而家我哋去針對嘅嗰啲 UFO 咧，就同以前古代嗰樣嘢就唔同咗咧，就係謹慎地處理嘅時候咧，就係話喺現實裏面你揾到個。嗰、那個叫實在嘅基礎喺度嘅，係啊，咁啊簡單啲嚟講咧，咁所以你會有啲調教會明白到我哋點樣睇個叫天外文明嘅。係啊，咁呢個即係咁嘅情況咧，就喺國會嗰邊咧，就佢哋繼續做嗰個聽證啦。係。咁但係而家嗰個散出嚟嘅途徑咧，其實就喺傳媒方面咧。是比較多的，咁都係依賴一啲喺即係網上比較係所謂 fringe 啦，即係唔係主流嘅媒體啦，去發布啦。咁差唔多，但係每日咧都有好多新嘅消息。係啊，好啦，咁係即係講呢個嘅墜落啊，呢個綠色嘅彗星嘅墜落咧，其實仲有另外一個角度嘅。就係、是、所謂呢個美國嘅內戰啦。咁你而家咧就有一套戲咧就煲緊嘅，就喺四月會上噶啦，都快啦。叫 Civil War，美國內戰。咁啊個 trailer 都開始幾震撼噶啦。咁你拍嘅人咧，即係籌備呢個人咧，有啲新聞觸角，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呢個特朗普咧，而家就橫掃啊，即係嗰個共和黨入邊嘅初選啦。咁呢個拜登同特朗普嘅再次對決咧，係睇嚟咧就有一定嘅機會啦。咁如果話拉佢，即係特朗普唔俾佢選嘅話咧，咁而家都有啲人會覺得真係有啲嘅美國嘅州份咧會出現一啲所謂嗰啲民兵嘅武裝衝突啊。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其佢嗰個構思咧。我不知道他是否預見到有今天這個情況、但是這個在美國的內戰的感覺呢，事實上在十年以來都有的一個這樣的氣氛、而且是越來越濃烈、所以呢這個也都令我 去想起、這個題材了，因為呢由自從這個2024年初呢，差不多每一日咧，即係每一次神秘之夜個節目都有末日呢個字，所以今次我不想再用啦。但係呢個美國內戰呢個咧，如果你諗諗，如果美國發生內戰嘅話咧，其他地方會出現一啲咩變化咧？可能就係、一個藥引就燒起咗成個嘅火藥庫咯。咁事實上而家即係大家如果留意新聞嘅話咧，個區域性嗰個嘅分歧咧，戰意識分歧嗰個衝突咧已經存在啦。譬如話喺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呢、這個巴基斯坦同埋伊朗已經發生咗個邊境嘅衝突啦。咁仲有紅海嗰邊嚇，即係個也門嘅後賽嘅遊擊隊，佢即係喺嗰個紅海嘅出口嗰度就成日射啲飛彈。和那些的無人機、美國又會、去嘗試去剿滅他們或者去掃蕩他們，
咁啊，加上呢個以色列嘅同加沙喺加沙地帶嗰個嘅戰鬥啦，好多嘢俾人一種感覺咧，就係一種末世嘅感覺啊。即使我哋而家係仲喺二十一世紀初，咁但係嗰種嘅二十世紀末嗰種嘅世紀末嘅感覺咧，反而咧就越嚟越濃烈啦。係啊。就跟上個世紀的那個四世紀末思潮呢、都有些接近、但是呢就這個呢我覺得更一點更重要的更一點尤其 是， 呢、就是你說美國那裡啦、他已經有些州份都已經開始就已經提出就說在他那裡呢如果是、就是、競選總統的時候投票的時候呢、特朗普是因為他有一些事件還在訴訟中來的、他沒有資格在佛羅拉多州已經不讓他選了、這些我覺得已經造成了一種叫內戰的那種即是那個先決條件是、那個條件已經出了 是不是叫有殺氣已經出來了聞到浸除很多人都已經 我想美國方面會更加濃烈的我們就是國外人但是可能在美國方面的觀眾他們有沒有這種感覺、這個可以即發表一下但起碼我自己看的英文的媒體呢就頗有這種氣氛在這裡、好了那 你就會問了喂那這個美國內戰跟我們講這個日本 這個的綠色的、火球墜落那有什麼關係呢那在那個精神沉落呢阿 Lawrence 就提出了原來日本那邊呢他們就木村秋吉是、清心蘋果清心蘋果、他上了那個太空船那裡他下來之後他很多事不講他自己說但喝酒的時候他就被人有到他講很多事其中一件事就是呢這個綠色的火球呢其實就、涉及到那個外星人的語言是、就是呢那個、就是這個黑皮族他們說的就是那個涉及到那個印第安族那個的語言咁一個好難解答嘅問題就係、如果係依個印第安嘅語言咧，應該呢個綠色嘅火球咧就應該墜落喺美國。嗯哼，但係點解係墜落喺日本？係咁又兜個彎翻嚟，即係去講呢件事咧、如果冇咗木村秋真呢個上咗去呢、這個火呢、這個太空船嗰度咧，其實呢單嘢就楞唔起喎。嗯哼，係嘛？咁所以嗱，嗰個具體嗰度佢喺日本嗰度講咩咧？大家聽翻呢個清真神秘學嗰邊，我哋主要咧就睇翻呢個印第安呢個 Hopi 啊，呢個族，佢其實咧佢哋係講呢個嘅綠色嘅石係咩事咧咁樣？咁呢個就唔難查嘅，因為咧就佢呢個關於呢個綠色嘅火球呢件事咧。在維基百科都有一個很詳盡的講法是但是呢最奇怪的一件事它不是綠色它是 blue 是藍色的、我解釋一下現在你看到這個 blue star Katrina 這個 是怎麼解法藍色的粒星 Katrina 其實解就是、這個 spirit、即是你可以說是一些精靈或者是鬼即是一些不實體的一些的靈魂、咁呢個係佢哋嗰個 Hopi 嘅族嘅一個講法，呢個係一個語言嚟㗎。咁個語言咧，我好簡單會講一講係咩嘢啦。咁首先要解答咗一樣嘢咩咧？就係、如果你見到而家我哋見到一個綠色嘅話，咁點解會楞上一個藍色嘅一個星嗰度咧？咁呢個涉及到一個咩咧？就係、我哋點睇顏色嘅問題。其實很多文化入邊咧，藍色同埋綠色咧，係分唔到喎。係啊，係啊。新幾內亞嗰度有人研究過，都係。佢哋形容綠色嗰陣時候，同藍色咧係搭咗嘅。係搭咗嚟嘅。咁當然佢唔係用藍色呢個名啦。係啊。所以咧，而家你就譯上，即係翻譯家翻譯嘅時候咧，可能佢翻譯期間咧就攞咗呢個藍色呢、這個，可能佢講緊個其實就係一種即係、藍同綠都可以概括到嘅。一個顏色的範疇，咁呢個就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啦，就係、其實、我哋講緊係咪每一個文化都睇到同一樣顏色呢？原來唔係嘅，不同的文化咧，係可以入嚟啊，唔緊要㗎，你呢、這個我哋錄緊節目啊，你唔好出聲得㗎啦 ，OK？ 你坐喺度啊，好啦，我哋多位觀眾啦，唔緊要啦，大家即係繼續聽我。啲有現場觀眾啦，觀眾啦 ，OK？ 嗱，咁呢個顏色嘅問題咧，我哋唔多講啦，
但是就這件事就涉及到這個族裔的問題、嗯這個、如果你看現在、維基百科講這件事的時候呢，他首先提到呢就是這個是一個預言來的，就這個預言就是說呢，當見到這個藍就是這個星的墜落的時候呢，是代表第九個信號，是代表什麼呢，是第四個宇宙是毀滅的、嗯、OK， 那我們不用爭拗這個是純粹神話還是王一法啦。咁喺維基百科入面咧，就踢爆咗一樣嘢，佢就係一個人類學家啊，即係呢個嘅名咧 ，Jason Colavito 咧，呢個人咧，佢就話咧，呢個係一個白人啊，叫 Frank Waters， 可能即係一個作家，佢就走去訪問咗呢個族裔，佢就跟住咧就即係講咗呢堆嘢出嚟，嗯，佢哋呢個 Jason 咧走去查嗰個人。在這個二十世紀末之前沒有，他們沒有說過這件事的，所以你形成一個爭拗，就是究竟喂這個族裔是否真的說過這件事呢、嗯、另外一件事就是呢，這個族裔很有趣的，就是一個人類學家叫 E.T. Hall、真的 E.T. 的 E.T. 跟著 H.A.L.、嗯、他就發覺呢這個族裔呢，他們看時間呢跟其他的特別英文的很不同的、嗯、他們看那個時間呢是循環式的、嗯即係個宇宙生成咗之後，跟住翻嚟毀滅，跟住又生成又毀滅咁。咁所以佢哋喺個時間方面咧，佢同佢哋同其他嘅文化咧好唔同嘅，甚至話咧佢哋冇所謂呢個時態，冇所謂呢個 tense 呢樣嘢。係佢睇個空間又同我哋即係同。並唔係過去、現在、未來咁。唔係咁樣噶，佢唔係好分法嘅。嗯。咁呢個牽涉到就係話，而家講緊呢個即係宇宙第四個宇宙佢毀滅，咁唔使驚嘅。跟住有第五個宇宙，有第六個，有第七個，有第八個，有第去到第九個，咁先完嘅。所以而家唔係喺呢件事唔係世界末日。不過佢哋提到咩咧？就係、是、如果見到呢一個信號，其實有九個信號噶。嗯。咁跟住咧，佢個星咧就第九個數出現嘅時候咧，首先咩咧？美國會出現戰亂。嗯哼。咁換言之就係呢、這個。就是涉及到美國本身的一個預言，但它出現這個地方呢，出現這個預兆的地方就是日本，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嗯、如果這件事如果這個關係是真的話，是如果不是真的就沒關係啦，就是你見到那個，那另外那個呢就是這個綠色 的隕石呢，其實就很早之前呢，在前兩年呢已經 是應該是估到的了，是、就是五萬年嚟一次，咁、嗯、咧、所以佢嗰個唔係話講緊係一個嘅，即係突如其來嘅事嚟，即係已經喺天文學裡面嗰度咧，已經有佢嗰、那個有佢個記錄喺度，係啦，即係揾到佢嗰、那個成個嗰個運作啊，嗰、那個時間嘅出現嘅軌跡，係啊，咁所以都已經有啦，都有嘅咁樣嚇，咁所以佢呢個咧，即係我哋用一個神話角度睇咧，就係話佢嗰個美國嘅呢、這個嘅印第安族裔。他們有就有這種神話、嗯、而結果呢就在近來呢就是那個的在日本那邊出現了一道，其實這個在這個傳聞那裡、嗯、即是 Hobby 這個呢就已經很出名了，已經被人關注了、嗯嗯、其實在其他的那些 古老的部族呢、嗯澳洲都有，都曾經有過呢、這個即係咁嘅預言嚟嘅。啊，咁啊，亦都咧，哥布拉監製過一部紀錄片咧、嗯，就揭露啲都殺機啊。嗯，啊，機械中文亦係機械生活啊。嗯，咁佢都開場嗰時咧，就係用咗一個依個叫太平洋嘅文化，嗯、即係澳洲佢嘅裏面咧，就一個傳說。嗯，佢話當個天空有一嚿大石墮落嚟嗰陣時候咧，嗯，呢、這個就係一個先兆嚟㗎。啊，你係咪揾緊個？你揾個機械生活啦嚇，叫做 Islet 嘅。咁佢咧就嗰、那個咧就拍成將呢個咁嘅傳聞、嗯、就變成一個紀錄片，嗯、就係講緊即係而家我哋嘅嗰個二十世紀嘅末期嗰陣時嗰種生活咧，咁、嗯、嗰種跡象咧就同啊呢個預言咧就拉上咗一個咧，即係話一個叫
拍成了一個紀錄片，是一個叫末日的症狀，就在這個叫現實的世界出現了，是這樣的。那他這個末日症狀呢，就如果加上現在美國的現狀或者全世界在這個疫情之後的情況呢，就令人有一定的憂慮啦。咁但係最奇怪的地方係咩咧？如果你再跟落去嘅話咧，係就係呢個嘅 Hopi 啊，係嘅族裔入邊有另外一神話，就係話咧，原來佢哋有一啲嘅石塊啊。嗯哼，佢講埋 tablet 啊。係最奇怪的地方就係咧，如果你聽翻嗰個清水神廟講到，就係木村秋則佢上咗去嗰個嘅坑船嗰度咧，佢就係見到啲石塊。係。不過他看即係睇佢睇唔到入邊講咩嘢，係一塊一塊，好像有埋數目出咗嚟嘅。佢有講得好細緻。佢亦講個細緻就係、是、我哋嗰時都提及過。提過，我哋有提過啊嘛，就係、是、講到2031年嗰陣時候，嗰啲石塊就完啊嘛。嗯哼。咁亦都係嗰個世界末日啦，咁樣即係嗰個嘅神，跟住呢個石塊神話就竟然同呢一個。現在 Hopi 入面講緊嗰個 tablet 嗰個嘅石塊咧，就竟然是互相吻合，嚇、嗯！咁、啊、呢個係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嚟噶。不過呢個奇怪咧，我哋喺2012嗰個時期咧，即係嗰個大家都講話瑪雅提出嘅嗰個叫末日嘅日子嗰陣時候咧、嗯，我哋都已經咧，即係喺嗰年嘅年底嗰陣時候咧，都有提及過，嗯、可能大家咧即係都冇乜懷疑，嗯、因為。在2012的12月冬至的期間呢、嗯這個瑪雅的那個預言的那個最後的結果、嗯啊、我們都 有提及的，就是他們瑪雅的遺留下來的那些長老、嗯、是去了日本北村那裡、哦、做了一個儀式、嗯、所以這個你可以作為一個引子，為什麼美洲有這些少數民族譬如他有這些預言或者有這些說法呢，就會跟日本拉上了關係呢？那時我們都已經提出了，因為他那天呢就是在那個冬至的那個時刻、嗯、就瑪雅族的那個遺留下來的那些即仍然是有效即 有他的崗位存在的那班長老呢、嗯、就是去了日本旭川那裡、嗯、做了一個迎接那個太陽來的那個儀式、嗯、那個其實基本上是2012年的那個所謂末日預言，其實他就說他要用這個方式做一個祭禮呢、嗯、來去迎接那個新時代、那個、是的是的。如果大家聽回那時候呢，就可以展開了、嗯這些印第安民族和遠在亞洲裡面呢，尤其是日本呢，因為日本呢比較上是傳媒進步一點，就有講給大家聽哦、他對那個 UFO 的新聞就沒那麼大封鎖、嗯、其他那些地方，尤其是在東北，我們中國的東北裡面呢、嗯、都還有很多的儀式在這裡、嗯、不過呢往往呢你們可能只得個聽聞、嗯、就不敢印證而已。是啊，好了，我們這節結束，我們下節回來首先要講講就是這個 X 病毒先，接著我們先講講就是這個Hopi 呢個神話同而家呢個末世有咩關係？不過末世咧有個比喻嚟嘅啫，呢個神話講明啦，即係而家我哋毀滅咗之後，你有個新嘅時代啊，即係我哋會迎接一個乜乜乜乜新時代嚇咁嘅狀況。好啦，下一節翻嚟啊。神秘的嘢第一節，咁啊，2022神秘的嘢同大家見面啦。想想今天會跟大家講啲咩呢？就係嗰一單咧喺飛機上面發生嘅古怪嘢啊！咁話說咧，喺幾個月之前咧，就一架美國嘅內陸機咧，突然間有個女人啊，就企咗起身出嚟咧，就大吵大鬧話要落機嘅。咁到底係發生啲咩事呢？咁呢個女人咧就話闖去隔離嗰個咧就唔係人類嚟噶，大家唔落機咧，咁成機人都會死噶啦。有好多網民喺度話咧。就話其實個女人咧，就其實可能係冇講大話嘅，就話坐喺個女人隔離一個咧，係一個叫 shapeshifter 嘅嘢嘅。咁啊，幾圖你點睇啊？嗱，呢樣嘢咧，其實都唔算係新噶啦。以前我哋響神秘的嘢都有提過嘅蛾獸，咩係蛾獸咧？蛾獸就係可以變成人形嘅神獸之一。咁點解我今日咧神秘的嘢咧會講呢個題材咧？
嗱，其實你諗下，如果啊 shapeshifter 係真嘅話，就會唔會啊？我哋身邊嘅人咧，其實未必真係嗰個人嚟嘅咧，其實係 shapeshifter 去模擬翻嗰個樣嘅嗰個人咧。喂，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咁即係可能有一日啲觀眾喺度睇緊嘅咧，就並唔係啊，我同阿紀圖喺度做節目。然後兩個人咧就扮緊我哋喺度做節目嘅喎，咁但係如果係咁就好機會大鑊啦。咁有機會咧，啲人就真係咧追緊啲假嘅節目，就唔記得咧就追我哋嘅節目啊嘛。咁關鍵係，如果啲觀眾睇完之後喺 YouTube 上面，佢哋訂翻個訂閱制，咁問題咪解決咗咯？嗱，冇錯啦。其實我同佢幾套咧就真係冇夾過㗎啦。但係正正咧就係我想講嘅嘢啦。其實咧就有人扮佢哋兩個咧就唔緊要嘅。最重要咧就用 YouTube 平台睇我哋節目嘅觀眾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鐘仔喺度咧就撳一下，咁我有新嘅節目咧就會有通知噶啦。咁啊好啦，今日神秘的嘢咧就係咁先，之後咧就有神秘之嘢啦。並唔係真係我同阿台長，唔係，我做台長，所以我係企圖啊嚟嗰次，sorry。